但收容機中心講過的就大概1:00左右就有講過，就是說再發現有炸彈，所以呢就是當時公司的氣氛是怎樣的？同事都可以很快在5分鐘之內呢就可以執包袱啦，但因為lift都好很多人搭，所以有一些都寧願坐在office坐多10分鐘才走，就是等同事的心情疏散。不過冇乜嘢，唔太緊張，因為都唔係第一次發現啊嘛。